来看汉江40号淹溪，因为当着风台，早中到12点草淹结束，就开始救灾啊。陆军第四作战区调两车突击车、救灵船来救灾，官兵嘛去到高雄、屏东的山区协助居民来撤离。另外，花莲嘛派后备军人、高调部队来支援，把倒起的树啊拢清掉。针对花莲中美路、民权路和上智路，花风部总共是动员60个高调人力，把救灾当作是作战，军民同心做伙来守护家园，嘛好加欠人的灾后复原喘一口气。好，国防部依这个灾害防救的需要啊，得将这个应召的后备军人啊来支援灾害防救。那我们也是希望尽量在今天能够恢复到主干道的这个道路的，让大家能够通行。基本营的官兵嘛，投入吉安乡太昌国小实施落树含植物的清温，恢复学校的环境。基本三三三列官兵甲行动无方便的士大人挨起来，打水过路水是已经淹到脚踏虎，开辟风台造成中南部淹水，屏东那边乡的山区是出现严重灾情，需要紧急撤离。国军入来到山区帮助村民撤离到安全的收容所，嘛帮助家东乡来踏沙地。陆军特使作战区调度 AAV 7辆车、突击车和家船救灾。沙地一地一地传落去，离岛金门的官兵接到救灾的任务嘛，开始动。金风部派出60个人，在洪灾沙包500包，后面将来替加强洪台措施。各位士兵很辛苦，也肯定各位士兵的付出。那相对的，未来我们在准备这个灾防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尽全力来保护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对汉江淹溪专做洪台救灾，各军台兵做好准备，随时支援帮助地势较低地区来塌沙包。洪台过后嘛，随派兵力帮助做灾后的复原，来展现各军都是个人上坚强的肋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